你跟我要走吗？呀，走了。为什么走？对，那我可以去那里面。这个家的，直接往里面进走。他会走，走。那你就下去吧。听不见说什么，怎么写的？先开始。不要踩到我的包，谢谢。艺术超大。他们应该拿个麦克风呢。对呀、啊，好，这么累。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这次品牌方所邀请的明星们啊，他呢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出场，那么我们大家呢也都在耐心等候，一起期待着后面的明星朋友们出来。娜娜先出来吧。然后刚刚大家肯定很多人看到了采访啊，那么因为采访的限制呢，我们呢这个直播啊就是没法听到采访的内容，但是后续呢我们记者朋友会把采访的内容剪辑出来更新在中国蓝 TV 上，大家呢在后面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本来原定这场活动呢还有一个红毯的部分，但是目前来看可能走秀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了。我希望我的后期不要打我。由于现场人数非常非常多啊，拍摄的时候非常拥挤，不少媒体老师呢也反馈说希望剪辑的记者不要打他们，因为可能大家都互相拥挤啊，或者是互相遮挡，这是在所难免的。好啊，可以啊。你还回来是吗？我前面还有人会回来的。我们呢对于画质的设定可能也会调低一些，因为画质越高对于这个网速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这样的话到时候可能大家看起来这个直播啊会更加的卡，因为现场人数非常非常多，连手机的信号都不能完全保证了，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尽可能多的尽可能流畅的直播画面，所以呢我们把画质啊稍微调了低一些，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我们。还有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我们这个画质如果太高的话呢，机器会过热，过热的话对于直播的这场活动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会啊，说能不能暂停一下直播调整画质，但是考虑到播放的流畅性，我们决定就暂时不调整画质，因为第一个调整期间可能会错过，万一哪个明星朋友来了万一错过了怎么办，第二个如果画质的提高机器过热以及信号的不稳定性可能都会导致大家的观看的一个观感的不太舒服，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直播这边，你们叫的不够响。
龚俊说大家都太热情了。看这边，我下去了。赶紧叫你们！龚俊现在在介绍这一身的着装，他觉得非常的青春，这个穿搭。现在因为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充电宝，充电宝在这，地上，充电宝在哪？里面还有事情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啊。现在不让我进，不进。不能，他们在看手环。刚刚被拦了，因为说我们媒体因为是白色手环，所以不能进场。那么我们再回到原位，看看能否等到欧阳娜娜。啊，还有个谁？我都不知道。还有娜娜。不是，前面来了。